的，比如说像这个 BMI 哈，里面怎么样把它改两个？我们刚刚是利用的是用那个 request 点 get 嘛，啊，另外一招是什么 ？request 后面逗点，哎，有逗点，刚刚是逗点 A， 逗点 B， 那你可以讲逗点 W， 逗点 H， 哦，然后透过两个引数传过来，结果一样 OK， 哦，不过哦，基本上当然这个好像又少了一点什么，因为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可以做个表单的话，那会更 OK。好、哦、啊，怎么做表单呢、啊？哦，不过这表单 之外、哦、其他我想计算原面积这一题也是上个学期有提到的。那请各位如果动作快一点、手脚快一点，同学、哦、可以做个延伸练习，把这一题、哦、一样，但是一样要保留到小数点第二位了、哦、这个刚好用可以 run 的，可以用点啊、点二 f、哦、等等的。还有什么用 formats 啦，不过 formats 我发现用的比较少一点点、哦、啊，这个是程式、啊、你也可以建一个 view 放进去，建一个 URL， 然后呢、欸、把原面积半径给它，面积输出 OK。 这一题我想、哦、也是一样，请各位自己在玩，也许这边我是建一个什么叫 cycle 好了、哦、然后给它半径，输出结果长这样子、哦、取得小数点第二位，甚至后面的话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再增加一个乱数啦，因为其实我们在上学期有提到，除了 import 一个 mass， 用 mass 取得 pi 之外，另外有一个什么 import 一个 random， 啊 random 在、上学期可以用，这边可不可以用？当然也可以用啊，所以你要跑一个乱数啊、哦、random 也一样可以用。所以还记得上学期我们有提到，就是有关那个几个小游戏、哦、比如说啊、显示那个一到十二月份的英文，让你猜到底是几月份，哎，这个类似的游戏，或者像全民英检啊，反正你就找一些题目，然后可以让它对应，把看到中文把英文打出来，好 OK， 哎，这样子也可以利用，或者什么剪刀石头布还有印象啊、哦、或者是掷骰子游戏啊，或者是猜数字游戏，其实也都可以用 random、哦、都没有问题、哦，那这个我想哦，请各位就是自己再把这后面的部分变化、啊、我这边有一个参考。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延伸到表单部分啦、啊、不过表单相对的哦，各位要有点心理准备啊，也相对比较难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你需要撰写表单的网页 HTML。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是把它放在先跳过好了，跳过这两个哦，先到表单。那我们先举那个例子来看、哦、第一个用年龄，因为年龄我们刚刚那个 age、哦、是用什么 age 是直接输入几岁，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呢，哎，我是要让它长得像这样，请输入您的年龄，然后这边有个年龄，输入几岁按送出，它可以告诉我，而不是说我今天就把那个参数填到后面，让感觉好像不够、哦不够方便、哦，但是呢，你要就是做出这样的表单该怎么做、哦？但程式码在这里了、哦，就是从这边到这边。那实际上哦，这个东西哈、哦，当然你 Ctrl+C、Ctrl+V 是可以的，可是哈、哦，你总不能永远都 Ctrl+C、Ctrl+V 吧？哦，都用别人，但如果没有刚好没有怎么办？所以我的习惯这样，我会用什么呢？我会用这个 Dreamweaver 有没有来做就好了。哎，他做表单啊，做一些网页哈、哦，范本，反正只要牵涉到网页哈、哦，我是建议又可以用这个。啊，怎么做？一，先开一个新的档案，开新档案之后的话呢，接下来哈、哦，我是建议你可以打开某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呢？设计师上面，请你切到所谓的啊、什么传统 traditional 这个传统的。为什么呢？传统里面的话马上就可以切到面板，我觉得传统的原来反而比较简比较方便、哦、那你会发现切到传统之后的话，它一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这边有面板，其中有个面板叫表单，那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表单的工具列，就有点像以前如果学过 VBA 应该就是表单功能嘛，那你可以拉一下，比如说你要什么东西拉过来拉过来就可以了、哦、有点像那个功能、哦、那要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切到传统，第二个的话切到表单，那、啊、再来的话呢就在这边可以撰写啊，比如说我今天第一个我希望做出类似像这样一个画面，请输入您的年龄，那要怎么做、哦、
第一个的话呢，你就是在这边哈，把这几个字的哈，先输入上去。哎，请输入您的年龄 ，Enter 一下。哦，啊，底下的话就是给他一个什么年龄冒号啊，假设了哈，啊，一个文字方块啊，再加一个按钮。那我就这个地方哦，不过特别注意哦，如果你今天哦这个地方需要一个表单的话，请记得哦，哦，它的流程一定是先把它框一个，在那个网页设计里面的话，第一个哦，先框一个什么表单里面第一个，先给它一个表单，在表单里面呢才可以放后面的这些元件。哎，有点像是 VBA 里面按右键制定表单，它会先给你一个空白的表单范围啊，你在上面放什么，放 label 啦，放文字啊，放按钮等等的啊，我们一样先放一个表单哦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这边有个虚线，红色虚线框框出现了，那你可以多按几个 enter， 意思就是说呢，你将来要放任何的东西请你放在这里面它才 work 哦，你不能说没有表单就直接放那个文字栏位哦。OK， 一先插入一个表单，二的话呢请你在这个表单里面哦先输入年龄，年龄后面呢请你再插入一个什么文字第二个，有没有表单后面第二个插入一个文字的栏位，那栏位的 ID 呢我们取一个名称哦，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名称的话呢，我这边的 ID 一定要给一个名称哦。那我看一下我的名称的话呢，我 取名称叫 name 叫 edge in 好了，OK， 名称我跟这个一样好了，不然到时候有不 edge 啊，比如说我这个名称叫 edge 底线一个 in 好了， OK， 我这个名称，那我按确定之后的话呢，它就会帮我产生一个名称叫 edge in， 特别说它这边有一个文字栏位 edge in啊，或者是说你刚刚漏了加，你自己在这边下方填写也 OK 哈。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就是按个 Enter 好了，然后再加一个按钮，然后名称呢 ID 这边空白就可以，因为送出只是送一个指令出去的，不需要给一个什么 ID， 按确定，好，这样都 OK 啊。名称呢你可以改，如果你不叫送出，你可以在下方自己去更改它的名称。这样子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哦，那个表单的设计了，哦，啊，再来的话呢，最后记得呢，这个表单，哦，我是建议你可以切成分割，看一下里面可能还需要改啊，几个地方。一，请你把表单的 method 先改成 get， action 的话呢请你丢给你要接收的那一个表单，哦，所以特别说请你选择啦，我的习惯上点一下红色线下方，哦，会有动作，请你先改成用 post， 好吧，改成 get， 动作的话呢请你丢给哪一支程式哦。 OK， 特别重要，斜线我要丢给，我看一下我这边跟这边一样好了，丢给那个 edge2， 假设我这边，哦，前面有一个，啊，已经有 edge1 嘛，那我如果再增加一个 edge2， 丢给 edge2， 它帮我接收到。OK， 特别重要，动作呢丢给 edge2， 好，把它 save，把它完成之后的话，那接下来的话请你把，哦，这个网页里面的内容贴到我们的这个 templates 里面就可以了。那特别注意哦，我们接下来，哦，做完这些动作怎么样把它转移呢？一，再到我们的这个 Eclipse 里面啊，特别注意哦，网页在哪里？网页在这里，所以请你按右键，在 Templates 里面按右键 New 一个 File， 这个 File 是一个网页哦。好，那这个网页我们名称也许取叫什么？叫 Edge Phone 好了， Edge 底线，它是一个表单哦， Phone 副档名是点 HTML， OK， 好，这个名称打上去，新增一个 h.phone.html， 好，啊，再来的话它会开起来了，不过把它关掉一下，哦，按右键我们用什么呢， open with text editor，哦，然后把它打开，啊，接下来就是什么呢，把刚刚的这个东西，哦，全部，哦，把它复制贴上就可以了，复制贴，啊，因为这个我要把它转过来，所以其实我们是利用那个中文帮我们先写好，
好、哦、啊，不过其实里面、哦、有一些东西可以砍掉了。第一个哪一些呢 ？Head 到 Head 这个其实暂时用不到，头啊头不需要、哦、然后还有哪一些呢？像缝这前面我请，哎，这怎么一串这个？其实这个也不需要，这个其实我们大概这个东西啊，请输入大概这样简单一点啊，不用算，可能因为我加了一个。那个什么呢？我是从网页直接贴过去，所以他有帮我加了一些东西哈。那、啊、其他的话呢，哈，大概就先到这，要把它储存一下。那、啊、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我们要的一个类似像这样的表单。哦啊，可是问题呢，我现在还不能让它有功能了。那如果要让它能够执行的话，待会要怎么做？嗯，一样什么？要 view， 要 UI 哦。好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啊、哦。如果我要做一个表单哦 ，OK 哦，所以可以利用像 Dreamweaver 哈、哦、这个软体。那这个软体的话，云端上有，自己再找一下。画面先还给各位。